太棒啦！你的预算有点喏、这个还有这个你不要看他这样哦啊，这间可是有副枕头装潢的呢。你看，很棒吧？来，先看一下小朋友的房间好了。那我们再去看一下主卧室好了。怎么样？很有中国风的感觉吧？怎么样，这个房子还不错吧？那是不是可以先付一些定金呢？你开什么玩笑啊，这种房子谁敢住啊？那事不宜迟，趁还有时间，我们再去看看郊区的那一间吧。记住啊，公车一下站就看得到了。我有事就不陪你去了，拜拜啦。拜拜。为什么？这是什么鬼地方啊？少年呢？公车来啊，妹！啊！这位客人，非常抱歉，这里没有适合你的房子，请你去隔壁那边找找吧。哼！别忘了把你的车子开走啊！好热啊！阿啾！不好意思，我已经等很久了耶。哦。谢谢，再见。先生，啊，给你参考看看。再摸鱼就扣你今天的工程。还不快去工作？哦。欢迎光临。
先生。嗯。何家院，赞哦。